欢迎收看本期黑鸭开箱，本期的主角是匹克太极帕克七代。匹克 Surface 科技鞋面提高包裹性，不对称鞋带设计减少对脚部的压迫，光山图帕克个人 logo。 鞋身内侧采用编织纹路，材料更加贴合双脚，橡塑材质鞋体印有帕克个人 logo， 后跟印有帕克七代，内靴设计包裹性十足，前掌外侧完全被橡塑材质包裹，方式侧翻，后跟超大布材质，匹克三角 logo 提升稳定性，前掌旋转轴心为基础，放射状纹路提升多方向抓地力，后跟纹路提升稳定性。